下面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恭请尊敬的卢军宏台长为我们慈悲看图腾。好，来吧，几几年属什么的讲给我听吧。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卢台长。几几年属什么的？我自己的孽障自己背，不然卢台长背。2005年12岁，属鸡的。2005年属鸡的是吧？他不会说话。这个出问题了。是啊。我告诉你啊。自闭症。对的。整天自己喜欢关着门，到了晚上会自言自语。对的。这个孩子，我告诉你，身上有一个很大的灵性。你现在记住了，第一，你有过打过胎掉过孩子。对的。这个孩子在他的两个手上，所以他的两个手整天抓你，听得懂吗？对的。他还会打我踢我。打你了，我告诉你了，因为你把他打死了嘛，他附在他身上就用他的身体来打你，听得懂吗？听得懂。这是一个。第二个，你们家族里边有杀业，明白吗？明白。这个孩子，我告诉你，一到了晚上就开始自言自语，浑身动，而且还喜欢爬。对的。因为他身上还有一个动物的灵性，一个动物的灵性，而且经常这个动物的灵性还跑到你们的房顶上，你们的房顶上你会听到声音的。喂，他叫什么名字啊？陈亨利。你不介意我叫他老实一点啦？叫他老实点啊，陈春丽。看到了吗？鼓掌了，看见了吗？师父，你一定要救我。我告诉你，身上的灵性非常恨你，他要拉你，他不是打你，他要拉抓你。对的，我很痛苦。你很痛苦。刚刚前面发言的那个人跟你过去都是一样，所以一定要念经。你现在要许愿吃全素。我会的。会的，马上许愿。我许愿。他会的。我现在就许愿。许过愿，自己要记住啊！我告诉你，否则这个孩子不会饶过你的，会把你家里的钱都用光。自从他突然之间灵性上升之后，我告诉你，他刚刚生出来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还蛮好的。对，很对，一岁半之内很正常。现在看到了吗？我告诉你，他现在身上还有一个小动物，这个小动物是一个像驴子一样的东西。你们的家族长辈有人过去杀过，所以到他身上，所以他你看看见什么东西都要吃的。对的。
你现在要给他念850张小房子，他要放生，放生大概要放3000条鱼，慢慢放，明白了吗？对，之前我婆婆帮他带放了1050多条鱼。什么？之前放了1000多条鱼。不够，还得放。好。他晚上很厉害，你晚上要经常要念大悲咒，而且跟观世音菩萨说，观世音菩萨，请你大慈大悲，啊，我一定给他念870张小房子。我一定的。要讲的。我会的。你们大家看到了吗？刚刚前面发言的，过去的孩子，加拿大的，也是这么打妈妈的，比你还厉害的。你告诉大家，你痛苦不痛苦啊？我很痛苦啊，我很痛苦。很好听，唱得很好听嘛。我叫他的灵性可以暂时离开他，叫他老实一点，听得懂吗？然后呢，你要好好的念，你们家族里面有杀业，而且你呢，喂，看见了吗？我告诉你要叫灵性走不是这么容易的，看见了吗？你让他蹲下来没关系的。你们边上哎，保镖啊，管管他，管管他。他们都怕，因为怕小孩子身上的灵性爬到他们保镖身上去。好好的念经，好好的学佛，听得懂吗？你要改了，你造了很多口业。你的小的时候把你带到庙里去，你讲了一些不该讲的话。对的，我还没结婚之前属于基督教，我根本不相信佛教。看见了吗？我忏悔。现在大家知道了吗？我告诉你，因果丝毫不爽，好好的修，这就是报应，给你看到了，明白了吗？明白了。他到现在还会做一点不雅的动作，晚上睡觉喜欢把自己裹成跟粽子一样。不雅的，他还没弄你呢，他会弄一些不雅的动作弄你呢，听得懂吗？听得懂。你信不信啊？我信。你现在信了吧？我很信。你信？我很信。怎么早点怎么不信呢？我之前还没接触卢台长，卢台长，我知道你会救我的。我在接触一个多月。我救你这种不相信的人呐、啊。我会相信的。好好念经，而且要吃全素，听得懂吗？听得懂。好了，这个孩子，我告诉你，这些小房子念下去之后会好起来的，在念到一半的时候就会非常非常乖了，这些都不稀奇的。救救这些孩子对台长来说小菜一碟。麻烦卢台长再帮我看一下，我是1979年属羊的，得了胃癌，我需要多少张小丸子和放生？看见吗？上个星期五医生跟我打了电话，我家人都还不知道。你赶快许愿吧，赶快许愿了。你每天要念5遍礼佛，你明白了吗？你现在几岁啊？我39。是官呐、啊，369是官呐、啊。哎呦，已经有人要来拉你走喽。你的有一个老太太，你家里有个老太太会拉你走的，你赶快念经啊，你自己还要念呢。哎呦，你过去的口业造得太重。对的。那，你的胃癌，肠胃的癌啊，知道吗？长在这个位置。对的。哦，有点扩散了。对的，
所以呀、啊，真的不懂啊，不相信啊，不要去讲人家不好啊。你不相信可以，不要去诽谤啊，听得懂吗？懂了。你看这种孩子真的把你弄死啊！我告诉你，你家里他刚刚出来的时候，你就家里开始慢慢的就钱就没了，他是来讨债的。对的。你好好念经啊，真的不容易啊，你再这么不好好的话，你这条命送在他手上了，明白吗？我知道。我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和换生多少条鱼？540张。换生多少条鱼？2800。知道了，好吗？谢谢台长。好好努力啦。我会的。我告诉你，这就是你自己的造的孽啊，嘴巴怎么可以乱讲啊，真的。我知道，我告诉你，他现在身上两个灵性，明白了吗？明白。你家的厨房经常有声音，你听得见吗？有点感觉。精灵光嚷的，那个灵性经常去翻你们家的冰箱啊。啊，对，冰箱有点坏了。39岁是个大劫，你好好的许大愿，否则的话对不起，明白了吗？你会死掉的，会走人的，哎，没关系。怎么许大愿？卢台长开始。什么？怎么许大愿？我听到你说怎么死、啊？怎么许大愿？第一，吃全素；第二，如果自己病好了，要现身说法，就像刚才那些佛友一样；第三，身体好一点就要出来度人，要出来帮助人家做义工，听得懂吗？会的。会的，小气的不得了的人，你是一个。对婆婆也不好，听得懂吗？有时候生气会说一些不好听的话。她不好，你也不好啊，听得懂吗？对的。改毛病了。就一定要改毛病，听得懂啊？好了，这孩子把他念完之后就会好起来了。好了，谢谢卢台长。大家看看可怜不啦？如果你们的孩子这样，你们说可怜不啦？他妈妈主要是不相信，还嘴巴造口业。如果他妈妈好一点，孩子这些经文100张200张进去，马上就开始不打他了。妈妈自己不相信啊，开始真的。好了，你讲吧。师父，你辛苦了。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南无我们的恩师卢俊宏台长。几几年属什么讲吧。2010年五月份属虎的。2010年。哎，2010年属虎的啊。2010年。老虎是吧？哎，老虎。哎呀，也是神经系统出毛病了。哎，是的。我告诉你。哎。腰椎啊，腰椎这个地方撑不住，所以人站不直。是的。两个腿发软，站也站不直的。是的。哎呦，这个智商发育不全。是的。这个老虎，讲话都不行。没有说话过。你说他没说话过，但是他会叫。哎，很会叫。是很会叫的。回答好吧。听得懂吗？听得懂。是你的孩子啊？不是，是我的外孙女。外孙女。
你的外孙女，她的爸爸妈妈在不啦？她爸爸妈妈都没有再去外地了。到外地去了？给我带了，嗯。我告诉你好吧？她的妈妈打胎过孩子。她妈妈打胎过孩子？嗯，在她身上。啊。嗯。而且有一个像一个大头鬼一样的一个鬼，一个男的，在她的身上。哦、所以他经常这个头会动，是的大笑、是的，是的，明白了吗？明白了。他身上这个灵性，这个大头鬼，因为他不会讲话嘛，他就是叫，实际上他叫的声音跟讲话一样。是的。你看他这么大，还要尿床。对，尿布都没有，从来没有那个，都是打尿布的。看见了吗？嗯。我告诉你，你要记住。喂。他现在几岁啊？七岁，2010年的。他活不过13岁。活不过13岁。听得懂吗？那需要什么小房子？叫他放生，放生要放9000条，慢慢放，不是一次性的。喂。然后小房子要念1300张。喂。好吗？好。他的舌头特别短，所以他讲话讲不清楚的。对对对对对。他专门你看这个手都是放在嘴巴上的。呵呵，这个那个大头鬼就是放在嘴巴上的。他说他来要债的，他到他们家里来要债的。现在谁在领他了？现在都是有个保姆来那个阿姨在领他，是不啦？对，他妈妈爸爸都是不在家。瘦瘦的那个保姆，哎，个子不高，哎，这个保姆有点刺激啊！现在保姆也回家了，没有人带了。我知道，嗯，这个保姆这个也有点问题的。哦，脑子也有问题。所以两个都有问题，在家里开心了。现在回家了。明白了吗？明白。帮他这些小房子念掉，帮些这些生放掉，帮他许个愿。明白吗？好的。我告诉你，这个孩子你要当心啊！他折磨他的时候，就是让他抽筋。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你把稍微给1000。明白了吗？喂，明白。很苦啊。是啊。所以你们知道，你们周围有很多很苦的人，还有很多人现在不苦，以后会苦的。所以好好先学佛，不要等到苦的时候再来找我。我告诉你。是。有多少人都是医生说不行了。再来找我的台长呢，跟你们讲，你们好好的念经的人，就是医生哪一天跟你们说回去吧，等死吧，没办法了，那个时候你们找我，呵呵，我能帮你们的。太棒了，感恩师父。明白了吗？明白。没有什么问题，我告诉你，13岁这个关一过就正常了。如果这个13岁的关过不了，呵呵，死了，明白了吗？明白，那就是需要1300张小房子，9000条鱼。嗯，我以前放了10000多条鱼了。你以为啊？嗯。你以为卖东西啊？钱数到了就可以解决了？那是一点点的。OK。听得懂吗？听得懂。开玩笑了，如果每一个人只要能够放生放到位置了，然后小房子烧到位置了，马上就解决了。开玩笑了，那还有因果了，这里杀个人马上念小房子好了。知道。照样抓起来枪毙。听得懂吗？听得懂。听得懂。好吧。好。这孩子要当心啊。好。我告诉你，左腿啊，他的左腿啊抽起来这样的。是的。是的。嗯。就平时让他泡泡脚。
好的。好吗？好的。叫他这个边上是外婆还是谁啦？我是外婆，她是奶奶。你这个外婆好像比奶奶年轻很多嘛，因为你穿的义工服。对，我也是师父的弟子。啊、哦，弟子，什么时候混进来的？刚刚进来的。明白了吗？好好念经了，好，这个外婆。哎，好的。狼外婆。狼外。听得懂吗？知道。啊。好。经常念大悲咒，念完之后两个手搓，搓完了之后在孩子头上这么一边念大悲咒一边撸撸他的头。好的。这孩子会好得快。好的。明白了吗？好的。因为当你大悲咒在撸他头的时候，那个灵性就离开了，这孩子会很安静。好的，明白吗？好的，好好念经了，小房子好好念。好，会好起来的。刚师父，如果好的话，比较明显的进步，四个月之后就会明显进步，腿可以站起来，慢慢会扶着东西会走路了。好，嗯，刚师父，自己的业障自己背。我刚刚已经给他加持过了。好，你已经很好了。刚师父，我怎么看你的脸长得像菲律宾？人呐、啊，怎么这么黑呀、啊？我是的，我是黑黑的。嗯、你是菲律宾来的、啊？没有，我是中国人。哦，斐济。好了好了。感恩师父，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你看我给他加持了之后，他的腿已经，师父你辛苦了，这腿在动，你看见吗？你们看见这个腿在动。嗯、好了，你好。你好，卢台长。嗯。嗯。讲吧。我想问一下我的那个身体状况。你自己的是吧？对。你就告诉我。属什么几属什么几几年就可以了。我1970年。啊？1970年。嘴巴对着话筒一点。1970年属狗。我帮你上面看下来啊。嗯。得过忧郁症，有一段时间非常忧郁，感情不好，命很苦，心脏有早搏现象。腰不好，关节不好，命根当中有两次婚姻。你老实点，我告诉你，你的命就是来还债的，明白了吗？两次婚姻是？两次婚姻，你现在是几次了？我是一次。一次是吧？对。好，过去跟老公结婚之前，有没有一个男人谈了很长时间，超过一年的？没有。没有啊？对。那你就准备第二次吧。如果在婚姻之前，任何人在婚姻之前，只要有一个恋人跟你谈过，就是非常感情好，到了像婚姻这种程度了，谈过一年以上，那么就算一个。你没有，除非你撒谎，因为你这个人特别会撒谎。台长告诉你，你跟我在这里没有什么话好讲的，我现在讲给你听的话你好好听着，你不改的话你身上会长东西。我现在刚刚给你看了一下，你的妇科非常不好，我希望你说句 真话告诉大家，是不是？是没有，但是我就是妇科非常不好。妇科就是现在有一点哎。好了，你问我吧，你想问什么吧？像你这种人，我不愿意跟你多讲的，明白了吗？我告诉你，你死要面子，到最后活受罪。好好的学佛，这么多的人，你讲出来之后，大家反而帮你背了，大家都帮你分担了。没有，我的确是没有。好了，不要讲了，我再讲，不要讲了，好吧？不要讲了，我讲你两句。第一，你的妇科很不好；第二，你打过胎。这个有，怎么会讲不对啊？你用不着跟我讲什么的，我告诉你，你自己这种事情你自己心里最明白。
哎呀，我没有，我很幸福，自己回到家苦得不得了，那有什么意思了？明白了吗？你现在问我什么事情吧，直接讲吧。那我就想问我现在的婚姻是……看见了不啦？已经接近第二次了不啦？不过没关系，好像听过过去有一本书叫《第二次握手》。我给你看看吧，你老公属什么？我老公属兔的。属兔，你呢？我属狗。老公几几年的兔啊？63年。你呢？我是70。狗是吧？嗯。我告诉你啊，你老公在不在这里啊？不在。不在。对。那我说给你听了啊。嗯。你老公外面有一个。听得懂吗？但是你长期的对他非常不好，严格盯住他，他对你忍无可忍了，明白了吗？你太厉害了，你这个女人你命很硬，你克他的，所以你要是早点认识我，我就叫你怎么样念经，不要去克他，他就不会到外面去找了，听得懂吗？他现在有一个。那我想问，就是说现在在巴黎他有吗？我不会帮你看的，听得懂吗？你好好的对他好一点，巴黎还有一个，那就是你了。我，你要是对他不好，巴黎还有两个，你还有另外一个。问你个魂呢。那我倒不会，因为我怎么说呢，说我对他不好是不可能的。我告诉你，我刚刚看你老公的图腾，你老公啊心直口快，人很好，很帮助别人，长得也比你好看。你去找比你长得好看的男人干什么呢？自己长得听得懂吗？我听得懂。不要找麻烦，找好看的都叫找麻烦，听得懂吗？不是我找他的，是他来找你。对，因为你有钱。我没钱。因为你衣服穿了一个长一个短。不是他来找你的，你跟我记住了，这个世界都是缘分，缘分来的时候先是善缘，善缘结束了后面就变成恶缘了，听得懂吗？所以婚姻开始的时候都是善的，所以到了后来就变成恶缘了。所以很多人说，哎呀，为什么你过去这么好，对我这么好，怎么现在对我这么不好？因为善缘用完了，你不停地念经，不停地做好事，你就把善缘聚上去了，否则的话只有恶缘了，明白了吗？但我觉得我对他很好啊，因为你对他很好，对，只要有恶缘，你对他好也没用了。因为我，你不念经没办法解决的。我在家里做工带孩子，他一直都是在外面，而且买房子基本上全是我出的钱。为什么？因为他从来没有待在家里面，一个月只回来两三天，其余的全是因为他在外面做工嘛，我在巴黎做工嘛，我在巴黎做工带孩子。你们，你不要讲话啊。好的，我问大家啊，啊，你们说，你们现在听他讲话那种样子，你们有几个人喜欢他的？举手。现在知道了吧？人的毛病是自己看不出，别人看得出的。你的眼睫毛就在你的眼睛前面，你都看不见。现在明白了吗？你的毛病很大，动不动就是，哎呀，我靠我，你看我都是我，我。你说你的男人怎么受得了啊？你好好的改毛病，好好的念经吧。你改掉了自己，让你老公自然的就会喜欢你了。你记住一句话，这个世界你改变不了别人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改变自己。
你现在跟我讲，你愿意不愿意念经？嗯，我愿意。你愿意，我再跟你讲下去；你不愿意，我就跟你到此结束。听得懂了吗？听懂。你好好念经，念一个经可以要老公回来的，那是解结咒。念一个解结咒可以让老公念回来，你念不念啦？我念。嗯。还有，答应台长一句话，不要吃活的东西，行不行？嗯。为你杀的。可以。要许愿的啊！你要你老公像过去一样对你好，每天心经念49遍。然后恳观世音菩萨保佑，让我先生某某某跟我化解恶缘，然后自己念解结咒，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让我先生某某某和我化解恶缘，要把自己名字也报出来，每天念78遍解结咒，就是化解冤结的经文，明白了吗？否则回不来的，就你这个样子这么凶，你看一开口，要不是我，房子是我供的，你看这个东西你从跟我结婚都是我，他跑了，明白吗？男人可以找任何理由出去的，都说自己很忙，但是他一直都没有回来啊。你念经了？我没念经，不是，他就是说我叫他在巴黎做，最起码我们两个人可以互相帮助一下嘛，但是他就说巴黎做工太累，在乡下做工比较安稳，就是做完了就是。他不要看你呀、啊！这种人脑子真的是想不通的，谁都知道，就他不知道。人家老公说我不要在这里打工，他会说我不要跟你在一起不啦？不敢讲的，你把他头都拧掉了。好好听，懂事情了，你没有念经之前，一切都不会改变。你一定要好好的念经。菩萨保佑你，如果你再觉得都是他错他错他错，对不起，我跟你在一起我错了，明白了吗？这个我倒没有，从来没有说过他的错。你看看见了吗？就是不学佛的人就这个样子的，你跟他讲什么他就找理由，什么都有理由的。我问你最后是苦谁？台长这么跑过来跟你讲，你跟我讲了半天理由，苦了还是你自己。我现在教你方法，你为什么不学啦？好的。我现在教你方法，你试过了没有啊？还没有。你念念试试看，你老公会不会回来？过一段时间，他说郊区工作太苦了，我觉得我还是回巴黎好。那么就是被你念回来了呀。还有，好好改改你这个脸呐、啊。笑不出来的，好好的开心一点啦，不满足啊，都觉得人家不好，总是不开心。记住了，你再这样下去，你准备第二次吧。我开始已经帮你看过图腾了，明白了吗？好了，嗯，好好念经去吧。嗯，好的，谢谢。可怜呐、啊，不学佛的人很可怜。好，你讲吧。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自己的业自己背。我1967年属羊的。67年属羊的。我肾不好，现在在透析。你用不着讲、嗯、你只要告诉我，我都会帮你看到的。你不但腰子不好，你的腿关节都不好。对。你现在透析的是右面那个腰。对。明白了吗？明白。我告诉你，你要特别注意，你的肾脏不好。跟你打胎的孩子有关系，掉过孩子。是。两个小脚踩住你两边腰，两个小手拉住你的颈椎，所以你不但腰不好，
你连颈椎也不好。对。我告诉你，你动不动就要扭伤的，而且经常会突然之间绊一跤摔下去，哎呦，骨头痛得不得了。这也没有。有摔过跤吗？没有。没有啊，他绊过你一次，你知道吗？两个半月前，厨房出来。有。鼓掌。自己的事情自己都不知道，还有我帮他看。我告诉你啊，你这个人是很好，嘴不好，话太多，整天就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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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呱，少说点话，多念点经，明白吗？知道，我错了。我帮你看看你的肾脏啊，你说属什么？属羊。哦，哎呀，你这个肾脏不工作了，只有四分之三、四分之一工作。对。第一要消炎，第二要多喝水。医生可能会叫你换肾。对，我以前换过肾了。你现在赶快念经。你现在几岁啊？我是50岁，我念经有两三年了。你不是两三年，你早死了。嗯。我告诉你啊，你现在的小便非常不好。对。第一，你要多喝水，每天至少喝4L的水，不要吃咸的，明白了吗？明白。不要做很重的工作，好好念经。我希望你就像和尚一样了，不要再去打什么工了。如果家里还能维持，就基本维持，明白了吗？你实在没有钱的话，你就到观音堂天天去吃，做义工算了。嗯，明白了吗？明白。哎呦，你真的很苦哦。你生下来啊，爸爸妈妈就有很多事情发生。我讲话你听得懂吗？听得懂。你家里你就等于像做家长一样照顾其他的几个兄弟姐妹。你呀、啊。你很苦啊，听得懂吗？是。哦，你的感情运也不是太好。你现在跟你家里这个夫妻的生活也不好哎。听得懂吗？听得懂。你要叫你老公好好的喜欢你的话，你要好好每天念心经的，念给他，念给你自己。你老公来了吗？今天来了。哦，那就很好。嗯。帮你老公每天念7遍心经，13遍大悲咒，你老公会对你越来越好。他人不坏，脾气不好，就喜欢发脾气，人很好，听得懂了吗？听得懂。你不要去恨他，他很好的。他因为今天在这里，所以他很好的。好好帮他念经，听得懂吗？听得懂。啊，你自己把肾脏好好的养好，跟先生说，好吧？你说我不能做重的东西，因为你的肾脏不工作，所以你不能拿很重的东西，明白了吗？明白。啊。嗯，而且你还有一个问题，你要特别的当心，你的心脏经常胸闷气急。有时候有。嗯。还有，我刚刚讲的关节不好，
腰椎也不好，这腰啊经常酸呐、啊。对。你两个耳朵啊要特别当心，你的两个耳朵有一个耳朵啊听不大清楚，所以有时候你先生跟你讲话，你总是说哎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听不见，听不清楚。知道了。我再讲一点好吧，记性越来越差，是东西放在这里就忘记了，而且掉头发有，你现在想把你这些事情全部弄好，听台长的话，每天49遍大悲咒，我都有49遍，能不能吃全素？吃了，吃了。你们记住台长一句话，只要吃全素，每天念49遍大悲咒，然后不要做太大的坏事啊，太大的坏事就是小的嘛，就是有时候吹吹牛啊什么也就算了，那保证你不生癌症，听得懂了吗？听得懂。好了，台长告诉你，你记住了，你可能还会动一次手术，但是如果你现在静养养得好，用中医调理一下，你这个肝可以，这个肾脏可以恢复到一半以上，所以你就不一定再要换肾了，听得懂了吗？听得懂。把你家的钱也用了差不多了，明白了吗？明白。哎，好了。师傅，我小房子有多少张？需要多少张？230张。哦，我一共印了3000，大概。你昨天还吃过饭了，你明天吃不吃了？我知道。放生多少鱼？3000条。3000条。好吗？好，我自己业自己背。感恩师父。美国有一个专家医生说过一句话：如果你在美国换一个眼睛，换一个眼睛7万，啊，换一个肾脏23万，换一个心脏56万，换一个肝34万。如果你们今天身体全部健康，你不就是个百万富翁吗？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师父，我们是来自奥地利啊，今天很幸运听到号码，抽到号码啊，我想问是1994年属狗的，就是你边上那个女儿啊？对，我的外孙女。哎呀，想问她的婚姻和健康。你这个外甥女啊，我讲话你不要介意啊。哦，没问题，师傅说。她傻傻的，经常被人家骗。对对。听得懂吗？懂，师傅，感恩师傅。人挺好的，谈恋爱的时候经常自己出钱，倒过来追人家。有一点小问题，你要记住了，他有两个，身上有两个毛病，身体不好，一个是腰。哦，对的对的对的。对不起，属什么再讲一遍？属狗的。一个是腰，还有妇科不好。对。正常的生理不正常。嗯，对。小丫头，你感情运有3次会伤你的，在命根当中应该有3次，你现在告诉我几次了？很伤心的，小的我就不算了，小的很多。两次师傅。两次啦，那你接近成功了。感恩师傅。讲到一讲，下个月就算你
明白了吗？他要念大吉祥天女神咒，每天49遍，这是求婚姻的。听得懂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念往生咒，就是以后不要再吃活的海鲜了。啊，没有，吃长寿已经拜师了。他现在啊，已经2年了，吃长寿。嗯。哦，小丫头啊，颈椎不好啊。对，师父。其他地方还可以，人已经比过去胖一点了，过去很瘦。对，师父。那现在台长告诉你要多吃玉米，你多吃玉米的话你会转运的，你脸上会有光，你身上会有能量的。你这个女孩子每天早上爬不起来，浑身酸痛。对，师父。明白了吗？明白了，师父。啊，不要去看男孩子好看不好看，要看他正规不正规，明白了吗？明白了。他如果念经的，这说明这个孩子想学好，明白了吗？明白了，师父。以后在奥地利公修会里面找一个学佛的男孩子们就好了。感恩师父。不要去乱找了，傻的嘞。你台长爷爷告诉你，你第一个谈的还是算不错的，只是到了最后你们脾气不和。第二个表面上很好，到后来吵架要打起来的，所以你后来就怀念第一个了。你想还不如第一个好呢，你又发短信给第一个了。台长爷爷连这个都看得见。对，师父。对对。他有碰到问题的时候，他这个狗啊，图腾啊，在原地转来转去，转来转去，他没有脑子的，他想不出办法的。他一碰到问题，他就转来转去，就是哎呀，怎么办了？听得懂吗？以后叫他碰到问题，念7遍心经，静下来5分钟之后，就会有感应，就会有菩萨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了。国语还不错嘛，国语还听得懂吗？听得懂吗？听得懂。啊，师父，我的外甥女她想问一个问题，因为她下个星期要结婚了，她想问这个婚姻好吗？第几个啦？是第三个，刚才。第三个我不是说蛮好的吗？对啊，三次嘛。我看看啊。哦。这个男的几几年属什么的？1993年属。1993年。93年属什么了？属鸡。属鸡的。属鸡。是吧？对呀，师傅。哦，个子，哎呦，个子还没你高嘛，跟你差不多嘛。对的。鼓掌。哎呀，哎呦，整天粘住你哦。对的。整天粘住他。哎呀，又发微信又发。什么心都发了。对，师父。嗯，这个男的还可以，你们可以生活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如果你不好好念经的话就不行了。你要叫他念经了。你要叫他信佛，听得懂吗？信佛他就不会出去乱找了，否则的话他会出去找人的。你已经这么高了，你为什么鞋子还穿这么高啊？没有啊。哦，没有。没有，师父。因为我矮呀，师父。长得倒蛮高，打篮球吧。算得也。好了，两个人还可以的，结婚两个人还可以的。想问一下师父，什么？还可以问一个亡人吗？可以啊，讲吧。是他爷爷，他长。叫什么名字？几几年过世的？2016年过世，他叫卢中烟，大陆的卢，炯炯。叫什么？卢中烟。卢啊。卢，大陆的卢。大陆的卢。第二个呢？炯炯有声的炯。啊。华。陆勇。花，华加个铜。火字边加个铜。啊，华，中华的华。
火字边旁一个中华的华是不是啦？不是那个同学的同。啊，同学的同啊。火字边。一六年过世的是吧？啊，没有，2001年。零六年。2001年。他爷爷啊，很好啊。他爷爷人很正直啊。对，现在非常正直，而且人也非常好，非常愿意帮助人家。对对，人很好的。对的，对的，我看到他了，眼睛也蛮大，眉毛蛮浓的。对呀。头发往后梳的。对呀，师父。对。恭喜你啦！我不知道你念经没念经啊，给他超度过没有啊？有啊，他妈妈，我妹妹有练了200多家。很多，我告诉你啊，他现在在天上，在御界天。对呀、啊，有，我妹妹有梦见过他的。好啦，在御界天。啊，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好啦，结婚不要昏头，听得懂吗？好好的过日子。啊，君子之交淡如水，好好的念经，你才能好得长。好，否则你再婚姻再失败的话，你就要出家了。我看你，好了，okay, 去吧。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感恩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台长。我是1961年属牛的，请您帮我看看。61年属牛的是吧？对。61年属牛的，好，你说看什么吧。我就在2个星期之前，有人托梦给我说要得中风了，是不是这样子的？什么？得中风，托梦给我说要得中风。要得什么？中风就是。啊，中风啊！哎，我看看啊。啊，你身上有个灵性，跑到你胃里。最近这里几天你胃很不好。胃啊，肠胃啊，他这两天在你胃里。哦，手发麻，手啊，发麻。晚上的脚很冷啊。对对对，谢谢，谢谢。哎呀，可怜呐！哎呀，我告诉你啊，你好好念经啊。喂。倒不是中风啊，小中风。其实你的血凝度太高。对，我昨天是验血了，就是血凝度特别高，高了，嗯，很容易中风。喂，嗯，谢谢。好啦，我告诉你，你的乳腺也出过问题。没有。我现在告诉你，你要当心了。现在有吗？没有。我讲个事情给你听听，好吧？有一个人打进电话，我在广播里跟他说。你的这个肝会出问题，他跟我说很好很好，我说2年时间，结果2年之后死了。你愿意不愿意听台长讲的话？我可以给你听录音的。我听。我现在叫你乳腺当心，右面胀痛已经开始了，听得懂吗？听得懂。你自己感觉感觉有没有胀痛啊？你当心点了，半年。好，赶快念经，86张小房子。啊，86张。把这个灵性念掉，好吗？好的。小便不好。喂，对的，这是对的，谢谢。还这是对的。真对。我要你讲啊，台长讲到现在没有错过。我告诉你，我再讲一点，好吧？我再讲一点好吧，你的脚的大拇指，第二个脚趾啊，长过你大拇指。我没看，回家看看去。真没有看到，没注意。回家看看看。回家看。你就知道台长厉害不厉害。对对对。谢谢。你还要问什么？我再问一个朋友的那个他的外婆，丁小花女士，
他烧了800张小房子了。叫丁什么？丁小花。小就是大小的小。小小的小，就是一个小数两点的那个小。什么叫小数点？就是小花，丁小花。啊，小呀，就大小的小呀。啊，是的，是的。大丁小花，花就是一朵花的花。花朵的花。丁小花，几几年过世的？好像是，那我不知道，我是帮他问，帮朋友问的，我不知道的。朋友问的。啊。你现在脑子里想着你那个朋友的脸，现在想着你朋友那个脸。哦，挺漂亮的那女士。哎呀，谁叫你讲这个？还很漂亮的女士，跟你一样戴块围巾。啊，丁小花被他抄上去了。对。已经在阿修罗道了。好，谢谢。台长告诉你一句话好吧。好。你想不想走运啊？想的。你不要把头发遮住你的天庭，额头是天庭，一个人要走运，额头一定要亮出来。你看哪一个人走运的人额头不亮的？你全部遮住了，你哪来的运气啊？知道了。下去。喂，谢谢您台长。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师父，他自己的业障他自己背，不要师父背。你们朗诵啊。1963年的属兔。63年属兔。嗯，问身体。女的是吧？是的。身体非常不好，睡在床上浑身无力，他的肝有问题。对的。我告诉你，腰也不好。对，大声一点。再往前看，肠胃也不好。肠胃脾脏。对对对的，对的。还要问什么？问他身上有没有灵性？啊，他掉过孩子啊？有有有。我告诉你，叫他赶快把灵性要念掉。啊，他念了好几张了，但是他现在身上还有一个灵性。他其实实际上小孩子不止掉了一个，我刚刚看，他念掉过。是的，是的，是的。明白了吗？明白。好好修心啊。好，人很好，劳碌命，不停地做。劳碌命。哦哦，是是是的。其他没有什么大问题，要叫他注意他的肩膀啊酸痛。是是是的。那师父，他小房子要多少？小房子先叫他念84章。好的，好吧，以后再21章不停地念就好了。还有你家里，我刚刚看到你的家里有灵性。家里啊。所以你回到家有时候觉得冷冷的，阴森森的，有时候觉得不开心。家里是中国这里。这里。这里啊。这里的。这里啊。啊，好的，家里的，你两个家啊。啊，这个家家具还蛮好的啊，床睡房还蛮干净的。是啊，是的，师父、啊、还蛮好看的。嗯，那需要放生多少？床上的被子是花的。床上的被子是花的被褥。是是是是的。问什么？放生多少条鱼？慢慢放。慢慢。他过去年轻的时候吃了很多活的海鲜。是，是的。身上很多的虾在跳。你上月要都记得红子也跳过啊。是，不然你红吃都要吃血哦。嗯，一起。都会蛊惑他吃的很多，有吃。吃了很多虾，啊，
我告诉你呀、啊，他的皮肤不好，经常会痒。你的皮肤符合也是也。那、嗯，腰这里。也不给对。你要叫他好好的念往生咒，每天念49遍。好。明白了吗？明白。妈妈是。其他没什么，好像他的嘎扎窝里这个地方啊，有一颗东西。这个地方啊，有一颗东西，长了一颗东西。我不知道右边。是的，师傅，他有感觉。我很累，很累。啊，给你洗呀。是不给对呢？对呀，师傅的。不是病，不是病，像人家会活动的，摸着会活动的。要给鱼能来动的。我晓得。你叫他好好念经啦、啊。如果不好好念经的话，这个东西会长得不好的。如果念经的话，念往生咒就会消掉了。叫他以后许愿，他现在吃全素了没有啊？没有，还没有。赶快许愿啦！啊，是的，师父，他做过一段时间的功课，现在又停了，所以浑身没力。以前很好的。现在呢，妇科也不好，妇科晚上小便多，小便子很多，血比多吧？是的，很多。看到了不啦？你好好听台长的话了，要坚持念经修心的。好好好，明白了吗？明白。不能停的。好。好啦。你还有什么问题啊？要给你几个？忙是的。忙念你活动的过脑干。忙给俺来做工资。哦，他想问一下他的先生眼身体可以不好啊？你先生叫什么名字啊？叫什么名字？哦、不，活着不是活着，对不起，活着是讲生肖的，对不起，死了才讲名字呢。写个1962年，1962年，啊，属什么的？你先生属什么你都不知道、啊？老虎，属老虎。你就直接告诉我他哪个部位，我看看要紧不要紧，是不是生癌症？眼睛，老虎是吧？是。白内障，看东西模糊。是的，他这几天有模糊，是的。是。没关系的。没关系。看了很多不好的东西。你其实吃了五十个了。你先生在不在这下面啊？今天来了吗？没有来。没有来，没来啊！叫他少看黄色的东西。哎，没有哎，那不给你知道。好了，好好的给他，你每天眼睛不好，给他每一天念消灾吉祥神咒。好。49遍，心经27遍。好。礼佛3遍，你帮他念，好不好？好好好。叫他去配一副这种紫外线的那种眼睛，经常看电脑的。会好起来的，你先生人不坏的，明白了吗？明白。人蛮好的，就是有时候脾气急，急得不得了，是急起来要打人的。不会。不会。打我是爱我。不会。好了。我老公人很好。我说急起来想打人，好吧？你要当心一点的啊，好好念心经给他。好了，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师父，感恩。学佛就要老老实实，开开心心。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师父。这位佛友他想问他的母亲已经过世了，叫什么名字啊？黄连妹，黄还是王？黄，草头黄是吧？草头黄。第二个呢？连长的连，妹妹的妹。对。黄连妹。黄连妹。几年死的？忘记了。黄连妹。看见了，干净的蛮干净的。两个眼睛分得蛮远的，眼睛有点这里面往下面，眉毛有一点点往下的。他说对的。
头发后往后面梳的。对的对的。今天不错嘛，他念经念了没有啊？他有念经。我告诉你啊，你妈妈在天上，在玉界天呢。你想不想叫你妈妈来看看你啊？我可以叫她下来看你一次的。啊，不过你，我讲一句话好吧？她活着的时候，她对你不是太满意，因为你不大孝顺，而且她现在刚刚告诉我说，她过去你谈恋爱的时候，她也不是很支持。鼓掌。明白了吗？好了。你好好的给你妈妈再念念，好吗？她以前有念经念小房子，最近她又只有做功课不念小房子了，身体不大好。腰。也不服。腰酸痛。对。明白了吗？好好念，小房子一定要念。好。听台长的话，小房子不是什么。是过去自古以来就有的四种经文的组合，都是菩萨的经，明白了吗？好好修啊。啊，嗯，他这个人还是蛮上辈子有修的，他是个男人，脾气很倔啊。嗯，明白了吗？他其他没有什么大问题，除了感情上受过一点刺激外，其他还可以。好嘞好嘞，不要讲了。好的，感恩师父。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给我这个机会。对着嘴巴一点。感恩师父慈悲。嗯。我1973年属牛的，8月份的。1973年。属龙的。属牛。属牛的。嗯。73年属牛啊，想问什么讲吧？看我身体怎么样？什么？身体。哎呦，哼，你这身体一塌糊涂，腰不好。是的。关节不好。是的。你的血液不好。是的。明白了吗？哎呦，你这个孩子很傻的，你现在身上有一个灵性，整天控制你，叫你乱想。是的，是的，我也不知道，有时想起来，干嘛都不知道，气的什么都做出来了，过几分钟就好起来了。你现在知道了吗？他整天在你身上啊，这还不懂啊？这个灵性是什么知道吗？鬼呀！你自己要知道，你走过坟场吗？有没有走过人家坟场啊？我不知道，早是走过了前几年，我忘掉了。我现在在。你走过坟场的话，你不能脑子想的，所以很多人开车开过坟场，不能说哎呦这里这么多鬼嘛，哎呦这么多是谁呀、啊？不能去想的，不能去看的，看了就出事了。有些孤魂野鬼，他一看你，他就站上你身上了。听得懂吗？那现在怎么办呢？你赶快念经啊！念78张小房子。那我怎么写呢？78张应该。写你自己名字的要经者。哦。净正，你比方说你叫什么名字，你的名字的要经者就可以了。哦。好吧。好。你要听台长的话。好好好。你的身体很不好，很虚。嗯。虚得不得了，你的妇科也不好。是的，是的。嗯。现在明白了吗？明白。而且你的耳朵、嗯、耳朵，你的嘴巴不大会讲话，就是讲不快啊，好像总是觉得自己很笨，实际上你的耳朵和你的眼睛，明白了吗、嗯、都有问题，因为有很多的小灵性在里边。我都经常听不见。他说什么？像嗡嗡响的。你说什么？我耳朵好像都是像。对了，太累了，没力气，听不见别的。我就跟你说，你的左面耳朵听不清楚的。哦。左面，
你现在教你一个方法，拿两个手念经，念大悲咒，念完之后搓一搓，很热，很热的时候就放在这耳朵边上，这么来十下。十下。谢谢师父慈悲。很快你就听得见了，好吧？好的，经常这样，耳朵里面就好长时间了，经常。肾脏不好，肾脏不好。肾脏不好。年轻的时候有过不好的行为，还要我讲啊？我刚刚都看见了，我给你留面子了，听得懂吗？自己做坏事，听不懂啊？听懂了。我早就你看我在梦中你都看过我了，师父啊，看见没啦？为什么给他讲了这么多了？到他梦中早就给他看过病了。你做梦做到台长几次了？五次了。我怎么跑到你家去？你做梦也梦见把我看，我看托托往生的母亲，你看到我那时候我说你能看天也看地，你说是的，那我说把我妈妈看看，你就把我妈妈叫过来了。那时候我刚刚不相信，他说第三天就梦见你了，刚刚录。现在知道了吗？现在我告诉你，台长的法身救人是最厉害的，比现在跟你们看还要厉害呢。我只要到你梦里来的话，你一定有救。等一下把我妈妈看看再看看啊。谢谢师父慈悲。我告诉你，你告诉我了，我以后就不会再来看你了，你好好念经我才能来，听得懂了吗？是的，你就有一次到我家里说我太懒了，都像电影一样闪过去，我想这一次来了再也不会来了，后来再也没有来了。看见了吗？看见了吗？好了好了，还有什么问题啊？你看我这个今天这个脚我不知道怎么中的，怎么回事，你看我看一下。眼睛闭起来，眼睛闭起来，我叫你这个左腿马上发热，马上消肿。你现在眼睛闭起来不要讲话，热不热啊？有点热了。热不热啊？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好了，好好念经吧。好，靠师父的加持只能一时的，靠菩萨的加持那是永远的。好的，还有师父慈悲，把我那个一个姐姐在巴西的，特别像你办的那个皮肤，好几年了都怎么治也治不好。你的姐姐在巴西是属老虎的。干什么？她什么病了？就是皮肤病。皮肤病啊？你叫她赶快停止吃任何活的东西啊，叫她吃全素。吃全素，她现在念小房子没有全身素，初一十五都吃素。你姐姐的脸跟你不大像吗？你是瘦的，你姐姐有点圆的。对对对，我姐姐是圆脸，不一样的和我。好了，台长已经加持过她了，你姐姐蛮可怜的，明白了吗？她在巴西蛮可怜的，吃了很多苦。我告诉你，叫她赶紧学佛念经啊，赶快把那个白话佛法书寄给她呀。他已经在念了，我去年5月14号去马德里开法会，然后我回来叫他。没什么问题啊，你待会儿去打电话问问你姐姐。你还有现在皮肤病好一点了吗？还有师父慈悲，帮我佛台看看，我的家里。家里佛台啊？怎么样？念经念的怎么样？可以不可以？家里佛台还可以。哎呦，你这个人懒哦，家里弄得脏的嘞。你家里一进门的地方太暗了。是的是的，那有电钉的。走到底，这个佛台走到底偏右面靠窗户。是那个房间最好了，给他了，就最好地方了呀。我以为一个菩萨来过了呀。菩萨来过了我每一次念经那个观音菩萨，你已经蛮好了，菩萨
很保佑你，因为这是你上辈子你做过护法，你这辈子没好好的修。我每次念经，观音菩萨脸上就特别好看，眼睛会笑了，脸上特别好看的，好像那个粉红色发出来我就来了。下去。好，还有，帮我妈妈啊，不能再看了，帮我妈妈晚上的妈妈再看一下，有没有？后面还有人呢。对对对，再帮我求你帮助我。你们说要不要给他看啦？帮我妈妈看一下吧，晚你梦见都梦到你妈妈把我玩头疼了。慈悲，这个人真的是很麻烦。把我看了，师傅把我看不看？师傅啊，给他看看吧，算了。那师傅求你们爱我们的，你看他不卖账，算了，叫什么名字啦？快点啦！张玉叶柳翠啊，叶柳翠叶，新叶叶柳翠，叶子的叶。对。第二个呢？翡翠的翠是吧？叶翠，叶绿翠，叶玉翠。什么时候死的？55年了吧，应该是。好了，你想着他的脸，看到了。因为今天都不错嘛，都是在天道。应该到天道，我一直在叫他。还有我爸爸张玉婷。你看这个人，你说这个人，你看看。没有，有爸爸也。得寸进尺，好了，不可以，人家后面还有人呢。好了，下次，好了。感恩，那给我的态度不好，以后法身都不去看他了。啊，下一个。师傅你好。喂。感恩师傅。84年的鼠。请师傅慈悲看一位84年的老鼠男的。他自己的玉章自己背，感恩师父。84年的老鼠是吧？对。84年的老鼠。看什么？讲吧。看他的身体状况，肝方面。长了一个很小的东西。对。过去喝酒啊？喝。现在还喝不啦？没喝，没有喝了。不能再喝啦？没有喝了。你要吃全素了？我告诉你啊，你要动手术的话，你没几年。啊。你现在赶快要放生。有放了。放生多少条鱼，师傅？他有的放了，8000条。好，那多少张小房子？280张。280张。好好念，他人挺好的，他这个人就是比较仗义，喜欢跟人家出头。对。傻傻的。对。因为我看到那个图腾，就是这样的，趴在那里，头怎么在晃，明白了吗？没脑子的他。他没脑子的，人家画画他，说他几句好话，他就不知道家在哪里了。对对对，这倒蛮勇敢回答的。师父，那么他这个毛病是他本身的这个精前世的业障，还是祖上的呢？我看看啊，活的东西吃了太多了，活的。他现在不吃了，他现在不吃。举个简单例子。你吃了喝吸了20年的烟，你到21年的肺癌出来了，我现在不吸烟了，那你就是20年已经吸出来的癌症啊，听得懂吗？你这个肝就是这么多的活的东西吃出来的，我现在看还有很多的虾在你爬在你的肝上，还有很多的鱼，明白了吗？明白。是那个胖头鱼，小的时候经常有补的。抓鱼有不啦？有，经常抓的。我看看你有没有钓过鱼啊？跟人家都去过。去过，但自己没钓。钓到没钓？现在明白了吗？明白。你要好好努力啦。好。颈椎不好，你要记住了，你年纪轻轻啊，你的前列腺已经有了。前列腺肥大。小便不好。对对对对。明白了吗？
好好念经，师父往生咒每天49遍。好，好吧。好，在你的家里边上还要贴个山水画。好，你们家进门左面那个房间像放杂物一样很暗的，左面啊，进门之后。好，啊，那是放一个鞋柜。鞋柜是吧？对对。鞋柜上面贴个山水画。好，那个地方有很多闪灵。那个师父，那个房子现在我是住在我妈妈家里。什么？我现在跟我妈妈住在一起。你跟你妈是吧？对。啊，你有什么问题呢？我跟你妈妈住在一起，你是说跟你妈妈住在一起好不好？对。你妈妈几岁了啦？我妈妈今年53岁，属兔的。你属什么啦？我属老鼠。63年了。啊，你这个人没什么用的，你妈妈蛮厉害的，你听你妈的。所以你这个媳妇嘛，你要听你妈，要听媳妇的，所以你两边都要听。媳妇拉你左耳朵，你妈妈拉你右耳朵，所以你两个耳朵都比人家要大一点。开玩笑，明白了吗？明白。没有什么大问题，多念点解结咒。解结咒。好吧。好。帮妈妈多念点解结咒。嗯，好了，你现在没条件了，你现在把妈妈搬出去也不好，先就这么住着吧。对对，他们家条件很差的。家里条件很差。嗯，对对。现在先住着，多贴点山水画。山水画是辟邪的，嗯，防邪的，好吧？啊，有时候自己条件不好，要分开点气场，就要多贴山水画。好了。好的，感恩师傅。师傅，请慈悲开示一下。不是还有个小孩子，他那个眼睛斜眼的，他时间预好了，11月6号要开手术，那么看看这个要不要做。几几年属什么呢？2014年的马。左眼睛斜。对，左眼睛厉害一点，右眼也有。斜到这里了。对对。没什么大问题，做手术嘛好一点点。哦，啊，我问问看啊，嗯，要不要做啊？感恩师父。做已经定都定下来了，还来问我啊？不是，时间都定了，对不对啦？我讲啦。对，师父看看就能够念多少小房子，好的我就不要开手术了。做吧，给他做，否则太难看了，孩子自尊心受到伤害。哦。做一个手术会好一点。哦，好吧，好好，给他念经吧。49张小房子烧下去，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孩子能够做眼睛的手术圆满成功，会好的，好吧？好好好，感恩师父。这孩子很老实的。对对。啊，不想的。嗯。很内向的。是。他要放生多少条鱼呢？这个小孩。啊。这个小孩要放鱼多少？300条。好，哦，好好，感恩师父，感恩感恩。嗯，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军宏台长。感谢大家参加2017法国玄艺综述大型线。